昨天是穿红色衣服女人的展开开放日。我一句句说啊，请。你不是管理员林美芝。救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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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你真的是你真的是美泰吗？每个月不止选择一天作为开放日。荒谬。昨天不是展出开放日。yes， 主管。馆长来了。馆长死了。馆长死了。所以馆长是死在开放日前面的，所以他没来。是，所以他没来。然后那个沾满了血迹，然后这个血迹是馆长的，然后是你杀死了馆长。荒谬！都说了是张强杀的馆长了，哦，这样说的，我都肯定了，是张强杀的馆长。哦，